维新世界，大家学艺课。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第二节在讲灵修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天命，啊，第二阶段呢也是有天命，啊，那天命，那么天命之中呢带了很多的玄机和禅机，有的根基比较深厚的，他来到世间上，他来所寻求了，不是寻求世间的名与利，他来寻求了是找回他自己。在民国1971年，我也搞不清楚，啊，台湾祖师爷他说：“哎，你跟我有约，有什么约？啊，你答应我，答应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清楚吧？哎，你不要装迷糊。”其实我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你还有装迷糊，哦，祖师爷他就很气哦，怎么讲话没有守信用？我说不知道嘛，怎么没有讲信用？我说他祖师爷，哦，你跟了耶稣在极乐世界跟了有耶稣，有500个，我有500个罗汉，都到世界上来，你答应要帮我找回他们。我哪里？我连自己找不到自己，我去找谁啊？哦，祖师爷一直用禅机在开车，我这你找不到，我找不到谁？好，哦，但是我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哦，那里有500位，啊，这个罗汉，等500位尊者有到世界上来了，分布在地球世界上，你要把他们找回来，告诉他们，有一天世间。好，哦，这个功德圆满了，回家还是就直接回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就回来极乐世界了，赶快回来，不要在世间再晃。哇，越讲我仗着金刚摸不着头脑，越讲越糊涂。好了好了，不谈了，你好好就修了就。啊，那好了，反正我只要病能好就好，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病好能好就可以答应。好了。所以我说好啊，只要病能好，我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那时候病很严重，我要学习的一些呢去参加一贯道修行了哈。一贯道很多的花院嘛，花院好了，我为了达到目的，我脚后面写布。好，你前面的哎花什么院，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不然就会怎么样哦。哎，好，这好了，脚用脚趾头马上写一个布字。不要布嘛，啊，写这个布，啊，说我刚才花了也不算是，啊，是只在讲是就不要，啊，但是我不敢用这样，啊，好了好了，以后再讲了，只要病人好，哎，好了，就叫要开始练习行道，放弃事业，啊，放弃一切的，啊，工作，一切事业放掉，啊，既然好了，以后呢，就再继续走。开始也是先从灵修，自己的灵，修正自己的灵。灵是包括我们的思想，灵是包括我们的心、心念和思想。灵修，好，心念，我们心的那和念头，心是内在，念头是外在。这是阴阳双修，啊，思想就是单一的，思想是在妻子里面，第八识田
到第七里面就没有进入第八二四田里面，所以叫做思想。眼耳鼻舌身意，只是思想，思想在这里而已。那么心念，心到进入第八了，到地球了，就佛地始如来了。念头和思想，念头就本来就是思想，念头就和思想，所以这一念一外，我们能够合一，叫心口合一，心和身合一，叫做灵修。但是很多灵修的法则也把它搞错了，现在很多灵修的法则不是很多不正确。我们天主教也有灵修院，也有灵修堂，是不是？有没有天主教他们在灵修，基督教现在也有在灵修，我们道家也现在台湾很多很多的灵修。所以台湾祖师爷他的慈悲，他等到他成道了，他又回来，他在世的时候他的灵修，他要成就前十天，本来他就成就了，要涅槃的前十天呢，叫所有的家人来，所有的你修行的来。祖师爷把人一点开始跳起来，有了腾空跳起来，跳了将近一两丈，什么都不懂了。还有的把他祖师爷把人的灵关一点窍一点开了，他就是回忆到他过去生的很多的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所以祖师爷他在台湾呢是灵修的祖师爷，但是他教大家念佛，你不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不可以。灵修是一个桥梁，是一个捷径进入，叫做入我，我入，就我入，我入是什么？合一自己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自己，和现在的合一合而为一。就早上你们看了美容，不，这不是那个彩凤，他这个是我入，我入，我是谁？我是谁？有假我，有真我，入我们的心田，入我们的本人的灵性，好、哦、和诸佛菩萨高灵界的合而为一，是我入。一个入我就基同心来专播说，心铁不棒播，神来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布施一大堆，神一退了什么都不懂，那个就是入我。而入我，我什么都不懂，入我，我的魂魄被推在旁边，这个题就让给神佛神来用。在竹山，在我小时候呢，好，那所以就有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啊，在竹山呢专门抓一个哑巴，平常是哑巴，他就入我，入到这个身上来，开始讲话，吟诗作对耶，哇，那个讲的话吟的诗啊，那个不可思议耶。他退了，又哑巴。你看这个神多厉害哦，玄天上帝多厉害哦，入到他身上，开始一变什么一变，他走了，什么都又是哑巴，还是不晓得，那是入我就灵通灵机。啊，还有呢，啊，这个是穿，像在印度啦，或者柬埔寨也有嘛，好像那个哦，穿这个针，整个穿针去，看得很恐怖，那个是入我，神力入我，把我这个魂体剥掉了，那个就没有这个神经，但是不会有知觉，不会有痛。还有呢，那个我们像在台湾呢。好，这个道教了，道教神教了，他这个耳舌头一张开，啪在那边，给你看，
哎，我看得吓了吧，这把破开，把它一挥，血按得出来，用血滴来在桶子里面，那个时候血呢，好、哦、来化煞，你看，哎呦，喊起来了，又好了，一张汗好了，那就是什么？是入我，在世界各国也有那印第安人，什么 也有那一种的灵修来嘛，灵修来，那是啊灵啊。那借着人灵魂世界的好，那么我入进入以某某神、某某菩萨、某某佛一样，好某某神，因为世间上宇宙虚空的所有的佛太多太多了，在世间呢，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成就了。那么其他的世界也很多很多的佛，无量无边的万佛那么多啊，那所以啊，在世间呢，能够进入到世间上来帮助众生呢，都属于菩萨界的，作为属于菩萨啊，所以这个我入必须要仰仗的诸佛菩萨好、啊、来引各位我们的和你有缘的神、有缘的菩萨。合二为一，就是你的指导灵，指导的菩萨指导灵，每一位都有指导灵。那么现今当下，在娑婆世间的，是以观世音菩萨，好的这个代表阿弥陀佛在世间上示现，又度众生。所有修成就的，大部分的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好，所以好，昨天呢。我们采奉哈、啊、这个过去无量劫来他有缘的菩萨们，好、啊、一一的示现，一一的又来到人世间，开始普度众，要帮助众生。那既然合一起来了，他就开始很高兴哦，啊，很高兴嘞！我看早上一看的话，坐了坐在那边。就有三十几位的菩萨一直在他身上跟我讲，好，跟我讲了，哦，他是谁？哦，好，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现在还在报道，还在报道，一位一个，一个一个报道。那么你们放心好了，他现在在那边，他因为本身一个指导菩萨，然后很多很多人他里有缘的菩萨界的，好，空界的菩萨们，在他的界，他的身口意身。口意，哈，在报道，也代表替代着我们列祖列宗15615个姓氏，啊，他们呢借他的身口意来到前面报道。在去年，啊，我们云梦山八卦城，啊，老祖殿落成的时候，谁去了？去年老祖殿2月19，哎，我们落成的时候，在大陆啊，那一天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人，好多好多哦，太多太多人，将近上万了，来了不同的表情，有的其中有一位来喊口号，一个女性呢拿了那么大的旗子，那么挥。我看风那么大，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拿了，你就会被挥掉了嘞。旗子，大红旗，好，但是上面没有，这众星拱月，没有，只是大红旗一个吧，带着他们的我们中共好的帽子，在那喊你将双十一这个超兵练将，在那边两天，你看平常的可能吗？不可能啊，你有去吗？哈。好，那个是，还有一大群的人，都是在那边来抄名点将，一个一个，他在那立正少气，他就将近有500位以上的灵界，好在借着他身体来跟老祖报道，跟老祖敬礼，然后我回来了，我们很多师兄赶到你不能赶他，这、就是所有法界好天兵天将们他们回到。云梦山八卦城向老祖报道，那这
啊，那天前一天晚上有一个笑话，有两位素不相识的，老远就跑来住在山下住了三天，到云梦山八卦城来住了。我不理他，我看人家，啊，到最后来呢，开始就写字拿起来写文字，写了很多，写了字我当然我知道他是谁啊。哦，后来有一位，你们也想也想不到啊，是哪位你知道吗？借他的身来告诉我。我们大家其中有一只鸽子，鸽子呢从来在八卦城没有看到鸽子，我们要落成的前天晚上，一只鸽子从北京来的飞来鸽子哦，就进到老祖殿啊，开山堂里面，好，一个开山堂里面呢还是走十方里耶，很妙呢。我们从这边进去，老祖坐在这边，好，我们这个一个地毯，鸽子很多人，很多人，他这什么又进来，他在这里向老祖行礼，拜礼啊，拜拜的，他就走这边，又走这边，走这边。金刚上师要深坐的时候，都要走十方里。那鸽子，一只鸽子会走这样，哎呀，然后我说哇，阿弥陀佛，和平鸽嘛。和鸽子或是和平鸽，啊，我知道了，那从北京来了，飞到从北京单走那只鸽子飞到云梦山八卦城来，走十方里向老祖礼敬。你看，说鸽子它没有生命吗？那鸽子你有没有看到？有哈，好，那鸽子这样，好，然后就走到庄上去，向老祖行礼，那还是三跪九叩哎。你说鸽子他不他那为什么三跪九叩也是法界护法神将众生啊，天兵天将借着他的身，这一下呢他不是鸽子，他身上呢灵魂驾驭的哪一种神啊驾驭的做的那个鸽子，鸽子是代表一个鹤，白鹤，齐白鹤是哪一位？对的，南极仙翁，啊，张国老是不是？还是谁？八仙的、啊，中间那一位啊，他也来跟老祖道贺啊，驾着来了，走一圈，到中间跟老祖道贺。我看了，哦，我才看成了那一只，哎呀，那个人，自己看的坐在上面，很雄威威啊，啊，很有威的，来向老祖道贺。啊，那道贺过了，等一下就那两位先生们，讲的声音开始奇奇滋滋，一直找，硬要把他拉下来，拉下来，我在坐在这边，在供老坛，我在他们就过来。在这边呢，哦，以为我们师兄以为他们要假死我干什么？你们不要管。很多神菩萨借着他手一直写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了，好了，你一直来报道到最后一位呢，是谁呢？他写毛泽东，哈、啊，他是毛主席，毛泽东，他来写了，下了之后他，我是你。毛泽东啊，好，还是他是，好，你在有什么事情？两岸不能再战争，两岸不能再战争，那有什么办法？那都是你们要欺负台湾呢、啊？我在欺负台湾呢、啊？后、哦、我就一直写了个字，我很不高兴，他写了，他也后、哦、很气哦，好的不是他，好，我说事实，是谁？事实就事实吧。好，然后开始云梦山要好好在云梦山建设，一定要把它做好，八卦城要做好，将来两岸的事情，中华民族中华事情怎么样，讲了一大堆。我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回到涿鹿去了。第二天呢，我们就又回到涿鹿去了吧。到涿鹿的时候，哇，那去看了就皇帝殿嘛。
和环山去游池等等的，然后就走一走，然后我知道，我知道了，那个从玄关开始嘛，连毛泽东、毛主席他来，他也写了，还天的缘，啊，他还是希望说，两岸呐、所有中华儿女要从一个根源去寻求，啊，历史上的一些不幸是人的思想、思维。好，思想思维有一个入我的，入我有两个入我，好，入我有一个也叫做一个魔界会有一个入我。好，那么我请教毛主席啊，还是在大陆要称主席嘛？好，毛主席啊的，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样？我心里在想，是魔或者鬼啊？怎么会这样？很不高兴。我心里在想，他还是写的，我不是魔，我是神。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讲了，那两个退掉了，那两位老人家呢，他就退了。我说好了，那我知道了，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所以昨天去年的2月19了，开始了，决定要祭祖，是这么来。好，2004年祭祖。从老祖宗来学根源来找，不这么找，中华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祖祖师孙还有浩劫。那么到今天来，昨天，从这个来看，这个情形来看呢，啊，真的，啊，昨天还有世界各国的古文明的人，也都一直来到我们千罗禅堂。大家一起在共同祈祷世界能和平，难怪这一次我们的僧的坛祈求世界和平祭祖啊，祈求世界和平的祭祖。好，这个法会我们从1号开始就一直每天诵经48天，有48天我们还是要供养，一直供养啊。今天呢，我们彩凤师姐的，她的牲口一供养了很多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还有世界各国过去所有战争王子的亡灵，也跟着你们回来，跟着你们来了。老子这次很欢喜心，而且很虔诚、很恭敬的邀请你们。回来到这边呢，除了传了我们的很新华中华民族文化以外呢，各位了解到我们中华儿女散布在世界各国，你们是代表的中华民族三族儿女啊，在世界各国他们就有路可以跟着回来啊。所以我开始了，请各位有空一定要去喝咖啡，去供养他们，不要客气，你们一定要供养他们啊，大慈大悲啊。你们不是喝你们自己喝啊，一粒化三千是这个意思啊。他们既然都回来了，我们1号开始诵很多的经，开始诵经念佛诵经，你们有空的话我们开始能做早课了。而且1号开始早课，在千罗坛堂做早课。好，用我们早课送什么经，送好不好以为是，我们都是在供养，以法供养。好，这个你们的功德无量他们在这里接受供养，那受供养，你们回去了，你们这随缘，你们能做什么事，按照原来的事业你们去做，但是他们回到自己的世界去，也是你们的护法神，也是你们的护法这个当然回去有你们护法的时候，但是各位，我们心念要正确不然他们有的会去捣蛋各位回去不能喝酒了你要喝酒了，那个全部都会醉那我们昨天就请了各国的三界万灵等
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隆重，啊，把所有法界，啊，三界万年各这个是地球各地的，我们奉请上座，啊，纳受供养，应该要有地震，应该要有天地震动，啊，那昨天晚上十一点几分，55哈，啊，那也又来共事回来了，在台北三级多，哦，那个很严重的台北吓了很多，吓了半死。现在一动一摇了，那个公寓大楼了哈，价钱就又会落下来。哈，尤其在宜兰的地方呢，啊，东北角为什么会在东北角？宜兰的地方就太极天，太极天在台湾的东北方，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天龙教。教开天教，开天教的教主哎，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也叫玄空永正天尊，在空界的啊，在东北方宜兰那个方位，我一量哎，对，就是地震的地方，就是太极天天龙教主，啊，那啊王禅老祖他的一个天界在那边。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所做的，我的老祖呢，鬼谷先师，啊，这个诸佛菩萨慈悲了，啊，要他来掌天盘与地盘，所以凡有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我常常你对了，你就要地震来相应，好，啊，来震动来相应，啊，不然的话你在骗我，哈哈，昨天地震呢，那昨天我特别累，我就跑去玩了。啊，在家里睡着跑去玩了，啊，听俺的师母说，欸，地震呢，啊，我从来没有睡过第二天的，昨天就睡了两天，啊，晚上十一点开始睡到一点多快两点又起来了，好，那就好了，知道什么？啊，又到啊该做的事情，老祖开示了，哎，该圆满就圆满了，啊，所以我们灵修呢。各位不要怕，再一种还有一种文字修行，文字修行，我们从文字去契入，看着佛啊，祖师爷所开示的文字，让人的领悟，实践的日常生活之中，叫文字修行，文字的波人。那么天生的，很多有天生看得到了，啊，天生看得到了一些灵界众生，有的很怕，我有什么怕？你到菜市场去看一看。你把它当成菜市场看就好了吧，好多人就是这样，天生就看到东西，对啊，你看到那些就菜市场嘛，你把它当菜市场嘛，当成夜市就好了嘛，何必怕什么呢？哎，这心里一打开解了就没有事了，哦，有的看到碰，原来有常常看到要闪什么，人家你笑哎，四十二来就碰着怕，好了，那你只找着窗的是穿墙凿壁嘛。让他过掉就好，那是天生的，天生的他的天命，不懂的天命啊，这个入我是有一种天命，啊，叫应劫，叫应劫化，应劫劫，啊，应劫是入我，神有事情开始要普度众生了，啊，因为有很多的灾难叫应劫，啊，应劫的劫，啊，应劫呢，应劫结束，天命结束了，叫做入我，啊，那一个我入是一个大愿，一个本来就大愿，好，啊，我入，再来顿悟与合一，顿悟就禅了，因为时机到，啪就顿悟了，要做什么？也有这样的，所以灵修的过程，一二三四五，大家要了解这灵修五个过程，如果不了解这五个过程。哈，你们常常，哎呀，怎么这样？怎么样？世上没有事的啦。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啊打电话回去，啊打电话给，啊彩虹和家里说没有事啦，啊悟了道了，很没有事啦，啊就好了。啊，我们这一节啊借着两节的时间，也跟各位讲解这个是易经啊易啊。天和人啊，人和神啊，转换啊，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就回去一个混沌嘛，一个太极嘛，一个无极嘛，啊，太极无极，然后到混沌，混沌呢，混沌的时候就是如来嘛，回归到原来
极静的境界，涅槃的境界。阿弥陀佛。